我给你买了点吃的，买了这些衣裳裤儿。那天这头发一洗要落也抹多，再落都落成光头了。别说你从大清白早的按到头发了些修。昨天把来成龙的医院都去看了，回家来慌慌忙忙的，整鬼了11、12点了。哎呀，我瞌睡来得很，澡都没有洗，我今天早上去洗的。不要早晨叫洗脑壳，那脑壳痛。我平时都少有得早上叫洗，我都是头天晚上洗澡。就一下洗了，当然要让人家药是不没吃，怎么我把药拿你吃了？快来哟，快来吃了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要吃浓度呀？流鼻子呢，你咳呢，来一口干。人家鼻子都擦烂了，再吃啥呀？还吃的呀？欢迎两包。你说吃药都吃饱了吧？不要吃饭了，吃药都饱了。这天我现在大人都要搞了。哎，你好久没看见老子了，你要上去看见老子不？来嘛你。来呀，快来！妈妈帮你这耳朵给你滴下药。哎呀，这两天去看了样子，过两天多硬是。那今天到明天了，要等哪天嘛？好一会儿就不痛了。这两天哦，人些劲都烟久久的，我还稍微好滴点儿。你看这娃儿还得接我干事，去啥子嘛？等到劲都贵一点了再去。是你说不去的哈，二两人些七说八说的，别说是我不孝顺啊，是你不去哈。你们去嘛，将就来成一直放假嘛，去看哈子外公噻。哎呀，这两天我不想去，我人也不大也贵，你看嘛，娃儿也在这烟久久的。二龙你恼火得很，我老汉儿那门口要跑多高一个坡坡，那车子摩托车子又上不去，你要把娃儿来背进去，好恼火，那得走。等我想说，等到我们贵一点了嘛，再去。娃儿嘛，可以喊来福就背噻，你不贵嘛，你们慢慢子走嘛。娃儿弄几个喊那外公看哈子噻，等呢。你要去不？要。要啊。你觉得在这研究究的嘛，还哪儿都想去？去嘛，快点把娃儿那些弄起去的喽。哎呀，要得，那我给换双鞋的嘛。你有事要去了，你穿上拖板鞋就去了。你问我穿几双光？我就要走进去开走。我再跟来子你拿个外头，一会儿来六个你，万一吹风行，你等。拿噻。来不巧，你就得来件衣裳啊，硬是天天都看见你穿件衣裳。那才怪，我在件衣裳上我洗了件啥子，那是两件一样的。反正我敢买的卫衣款式都差不多，所以看着都像一样两个。来人，那是哪个？外公。外公嘛，你喊噻。我给你买了点吃的，买了这些衣裳裤儿。你这衣裳快拿出来比一下，看你穿的不？我再给你买的最大码的。最大码你都穿的。比一下。都穿的。人家女婿找了几家店都找不到那合适的，人家净是一浪叽叽的，怕你穿不得。你这新衣裳要来洗过穿下来不？放在这里。这个穿的。嗯。穿的。穿的啊。嗯。我觉得你要穿哪几款式，我感觉你穿裤子好像都是这一款式，我就给你买的这样。你这个包包便宜啊？穿的。拿得起不？这里。穿的穿的。我以后你买的三件衣裳，你换着穿。不要舍不得穿，买给你的就穿喽。每天我儿会给你买起来，听没有？没得你跟人家女婿打电话，人家女婿你买。你哥哥得提醒人家哥哥倒车。谢谢。还提醒人家哥哥倒车。把那个哥哥哈，一个吃的。那么我们买了件衣裳，你试一下看穿得不？那么比一下，如果穿不得的话，还换了。穿得。人家女婿买不成，光是买起不叫啥子。穿得的。比一下背包，应该穿得的。我都已经买的大码的哈呢，光是就不好哈。人家女婿买的还是。买点蚊子都逮不住，逮得住。小弟，你房子见过没有？我也买了件衣裳，看晓得穿的不？那不高兴你来，那跑到房里该给躲到你呀？怕背的哦。要么是咱们这户头上弄大块钱，我们那低了20块钱。也是本地户头，这是两种户头，品种都不一样。哦，我是说。俺就是街上村那种装店的。快来帮着补补户头。大爹，我空着半身就来了，我不想在你那点来。不，拿的拿的，你女婿拿给你就拿的，我也不要得你在这搞起，东西都没有给你买，硬是空着两手的。拿的，人家女婿拿给你的，你拿去打2两单位儿喝。来，小弟，试一下，看穿的不？穿不得好，那就给挑。买小了，要不得的嘛。
买了我都待会儿我们都不要穿一下嘛，弄一下看穿的不嘛？穿的，嗯，比一下嘛。比一下嘛，应该穿的。我按照我老二的身配给你。差不多应该。啊。你这儿我还得喝酒啊，行没有？喝酒啊。喊你不要喝的嘛。三哥说不要喝，没事。三哥说不要喝，那你给住院去干啥子？啊？那你给住院去。住院管住院的事。住院管住院的事，噶喝酒是喝酒的事。喊你少喝的。是少喝的。你看你这个多皮哦，天啊！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要那种，老是按那点耽误活子嘛。